谁搁里头呢？出来，给我玩水漫金山呢？哎呦妈呀，这咋整的呀？这一地水呀！哎，谁搁里头呢？出来，给我玩水漫金山呢？啊，不开门是吧？哎呦我去，你俩这整的哪一出啊？这是啊！赶紧穿上，你给我出来！啊，这逮着个闯男寝的，还逮着个洗鸳鸯浴的，小瘪犊子，花样还不少。赶紧回宿舍把衣服给我穿上，我一会儿找你算账。这啥味儿啊？这是？哎，阿姨，你闯男寝不好吧？啥不好啊？啊，给我起开！哎哎，你给我回来！给我起开！304。寝室这是要上天呐，赶紧把火给我关了。这家伙，这牛肉、鱼肉、羊肉，这鸡肉的啊，你们倒挺全乎啊。哎，你们开个饭店得了呗。啊，阿姨。阿姨。什么阿姨？姐，俺们几个大一新生刚来不懂规矩，再给次机会。就是机会，给什么机会啊？我给你们个机会，你们能把这房子给我点了，把这都给我收拾了，给我送办公室去。好嘞好嘞好嘞。这外面放水，这里头点火，你说你们这几个瘪犊子啊，一个比一个能出幺蛾子。你们几个把厕所全都收拾了，对，你们明天全给我上保卫室写检查。好嘞姐，我们知错了。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。记着啊。不过你咋想的呀？你搁这儿抽啥澡啊？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呀，别打架嘛！没想打架，就想问问他，搁这儿冲澡算咋回事？哦，你们笑啥？还行呗，肯定是不习惯咱们东北澡堂呗。不是，一大老爷们儿有啥害羞的？都是都是，据说东北的澡堂子巴适得很呐。哎，老三。要不咱一块儿去，带你体验一下。要得要得，嘿，走。
但要不，我们把他带到搓澡师傅那边去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搓澡师傅搓得干净。摇人。